没事吧？你放过来！就放过来，怎么着？我还要打他呢！你再动动，再试试。 陆向心，你看到了吧？他妈，你滚！在他心里，你都没有他兄弟重要。陈毅，别动手，先看林子明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 我这条腿算是废了，上次摔了之后就一直不吃劲儿，他一推我就倒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背你去医务室。